我们发现了一家平价的韩式自助烤肉火锅店。这家餐厅就位于 Mount Austin 出售楼上，名为 Annian Korean Buffet BBQ。这家餐厅不仅提供火锅，还有烧烤选项。这里提供超过50种不同种类的新鲜食材，包括超过10种不同口味的腌制肉类和海鲜，超过20种冷冻食材，以及超过20种菇类蔬菜选择。此外，还提供8种蘸料，任你自由搭配。在这十多种腌制肉类中，你可以尽情品尝各种口味的腌制肉类，还有孜然口味的牛肉哦。此外，他们的猪肉片和鸡肉也很新鲜，口味选择很多，满足各种不同口味的食客，让你任拿任吃，吃到饱。除了新鲜的食材，他们还提供各种熟食小吃，韩式辣炒年糕以及各种韩式配菜都可以任拿的哦。而汤底有两种口味选择，我个人特别喜欢他们的泡菜汤，它的汤头并不过于浓郁，将花蟹放入泡菜汤一起煮，汤头变得更加鲜甜，别有一番风味。我喝了4碗汤，却一点也不觉得口渴，感觉汤底没有添加味精。如是晚餐时段前来享用的话，他们还会附送2份芝士哦。芝士经过加热后，呈现出拉丝状态，散发着浓郁的奶香。将芝士与烤肉用生菜包着一起吃，满满的滋味。Annian Korean Buffet BBQ 在午餐时段提供特别优惠，一个人只需33块 net 而已，很是划算。如你身边有爱吃韩式火锅或烤肉的朋友，不妨和家人朋友组组队，来到 Mount Austin 的 Annian Korean Buffet BBQ 试一试哦。